以流畅爽快的动作而广受欢迎的《地城猎手》系列推出最新的五代咯。有别于以往的职业系统，这一次五代更改为根据装备的武器来切换不同的攻击方法与技能。除了弓箭、大剑、双刀与法杖之外，又加入了擅长中距离与范围攻击的长兵器，而且可以一次携带两把武器，让玩家根据战况随意切换使用。武器除了能够利用融合的方式来强化之外，收集到特定道具之后，还可以进化为更强力的武器哦。